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化妆师阿 wing。咁今日咧就教大家有效咁样遮眼圈同埋眼袋啦。咁遮瑕膏有好多种嘅，咁我今日咧就会选用遮瑕液啦，系啦，因为比较滋润少少。落点咧就要好紧要嘅，咁要落喺眼袋、眼圈呢个位置啦，咁就唔会太靠近眼睛。咁就轻轻用手推开。遮完个眼圈之后咧，我哋就会用翻少少水粉去定妆嘅。不过化妆咧，始终唔系长久嘅办法嚟嘅，因为一落妆咧就会原形不露，见到咁大个黑圈同眼袋真系好崩溃啊！想真真正正去眼袋同埋黑眼圈，就要做 L6 包去眼袋疗程啦。佢系利用医疗级 RF 射频技术，直达基底真皮层，迅速溶解眼袋脂肪，仲可以疏通眼底微循环，排毒去水肿，去除黑眼圈，同埋全面刺激皮肤嘅胶原蛋白即时再生。眼周皮肤变得光滑紧致，冇晒眼纹。做紧嘅时候碌下碌下，好似按摩咁，暖暖地，好舒服啊！做完一次，眼袋、黑眼圈、眼纹、泪沟已经通通唔见晒，一次见效。而家可以免费体验 R6 包去眼袋疗程，五次疗程只需要988蚊，仲要合约保证，无效退款。想唔化妆都好似我对眼咁精灵，咁就快啲登记啦！